其实我有非常多歌迷说他们每次看完演唱会都走不出来，不瞒你说我也是，虽然我有时候就是会嗨到就是我是怎么下台我都不知道。哇，你们怎么每一首都会唱啊？感觉是我的铁粉很多哎。对，是吗？其实我有非常多歌迷说他们每次看完演唱会都走不出来，不瞒你说我也是，虽然我有时候就是会嗨到就是我是怎么下台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每次真的也很想看到你们看演唱会精彩的回播，所以每一次的演唱会你们的参与跟你们的跳起来什么意思，你们说什么？加场，请帮我翻译。哦，加场啊，很想真的，但是场地得轮流给别人用嘛，好不好？那我如果那个在加场，你们还要来吗？那我们下一次春天，还真的啊。好，如果我找到场地，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已经很快很快，演唱会要结束了。非常谢谢所有的歌迷，你们自主做一些后援的活动，让所有来自不同城市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也去关心一些公益团体，我真的很为你们感到骄傲哎。然后我其实因为去到不同城市，我有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那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很想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唱完演唱会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在网络上推荐给我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谢谢你们。